宋仲基27号通过法律代理人表示，26号向首尔家庭法院提交了离婚调解申请书。宋仲基正在出演的 TVN 周末剧《阿斯达编年史》的相关人士表示震惊。宋慧乔、宋仲基离婚的消息传开后，有传言称宋仲基已经向《阿斯达编年史》制作组征求了谅解，表示为了不给节目带来损失，将最大限度地阻止报道。对此，该剧相关人士表示，对于宋仲基是否与制作组单独联系，还没有进行确认。与离婚消息无关，电视剧将如期播出。